我就急在那边乱按，什么都按，就看到按钮都把它按下去，就画就爆炸了，什么心态？我就概念对，然后我就搬铲，然后就嘣一声，然后就吓到，然后老板他们也吓到，我就把它打开，然后都是烟这样。龙杰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再犯。什么意思？要捡盘子啊？进来谈嘛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在犯，在犯，然后他还玩碟仙人，对啊，对啊，他跟碟仙，就是他刚刚玩碟仙，没有回本位。对，这件事，这个灵体困扰你多久了？可能一辈子哦。哎，你是有吃槟榔？我没有吃槟榔，真的，这妆感很特别哦。不是，它是红梅的，不是，它是两层哎。两层的，你上面一个颜色，下面一个颜色是故意的吗？你说嘴唇吗？对，渐层。对，是韩国的那个渐层。对，我上次看到这个渐层，真的是人家吃槟榔。吃槟榔，颜色比较深啦。我上次看到渐层，人家心脏不好。你可以加点吉祥的吗？哎，槟榔是红色的，对啊，特别。哎，槟榔没了。同款，同款。同款。槟榔没了。好了，来，你是做什么？我餐饮也有，然后舞者也有。Dancer， 工作 music， 这么快？哎呦！什么舞蹈？什么酷啊？哎，这么酷！啊，渐入佳境，渐入有撑住了，有挨过的，来了！哎，我刚刚前面那个 hold 住了，很像你们开场。对呀，你哦，那个朗塞，平常再不稳那样。舞蹈这条路上，你们没有资格讲人家，是是是，厉害，创意。然后我们先看看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工作照。哎，你这个时候稳重多了。这是做什么的？咖啡厅，咖啡厅，对 ，coffee。这多久以前？大二。那是多久以前？大二，差不多。对啊，现在两年前。啊，两年啊，两年前。大四，现在大四。对对对。来，大四，来下一张。哎呦，舞者，哎呦，对 ，dancer 的照片 ，dancer 那时候工作照。为谁 dancer？ 为谁 dancer？ 杨巅峰的 dancer？ 不是，为谁 dancer？ 我是露露的专属 dancer。他好像哦。你说对啊，你说这张更像。对啊，感觉你不只是他的 dancer， 你还是他的替身，专业替身。对，就是他拍戏的跳楼就你像，对，自己在。是露露的跳舞专属 dancer， 专属 dancer， 真的，真的，露露哎呦，所以叫跳蜜什么蜜大腿，蜜大腿，对对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厉害。那你是读相关的科系吗？是演艺事业系。演艺事业系，演艺事业系，从幼，从幼，对，基隆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基隆那个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从幼的都是美女，真的，谢谢，是真的年代，我那个年代，在你那个年代，所以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从那时候就，我的意思，从那时候一路传统下来，你们有个很长的长那个斜坡，嗯，楼梯斜坡都有，都在那边。在那边往上看，收宝物呗。干什么？我需要看。没，因为我以前去同佑当过灯妆台，对不对？对，妆台，妆台。哦，厉害。假灯，全校女生都在叫我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危险，我在这个快掉下去了。看一下啊，你不会用微波炉啊？不会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咖啡厅上班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一早就已经被骂了很多，然后想说。点餐的时候我要自己用，结果我就怕被骂，我就自己在那边乱按，什么都按，就看到按钮都把它按下去，就画就爆炸了，什么心态？我就概念对，然后我就搬铲，然后就嘣一声，然后就吓到，然后老板他们也吓到，就把它打开，然后都是烟这样子，结果就强迫症哦，结果那个材料包它就直接爆炸，然后还融化，外面那个塑胶还融化，哇塞，这用不好会爆炸的，变魔术还是？那你是不是又被人家这个请？请你走路了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呀。他反正就是以后我要按那个微波炉，他就站在旁边这样看，看看我在干嘛。然后我一按错，对我一按错没有，我一按错，他就把我手拿起来。设定，你也这个在餐厅端过盘子？对。然后在人家婚礼现场，你端盘子把盘子撒在人家脸上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哦，他刚刚捡盘子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
你这样破坏了人家的婚姻，危险性对啊，一生。因为我不会用托盘，我找不到那个重心，然后盘子又很重，然后我就拿不稳，就要上菜前就先撒在人家身上。是撒在冰客，计划好了。对，冰客。哦，不是撒在那个新人桌的。对啊，然后之后我撒岳父。太奇怪，天哪！你说你有被撒过？我真的有被撒过。怎么参加宴会也是一样，因为他们现在很多都是一道菜。没有，你不一样，因为你太胖，你把路挡住。不是，真的是上菜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现在分盘嘛，比如这有十个，他们分一份份的十小盘，他们端了一个，然后十份，对，真的很重。对对对，我真的是真的有在旁边，然后滑下来，整个都就是重。什么包汤那种？穿西装，对对对对，真的有这样。我是以前也有撒过人家，你撒什么？以前高一的时候，我在这个西门町的电影街口有一家大家乐，大家乐有卖牛排的，铁板牛排。哇塞，哇，盖脸在脸上啊！你下手很重啊，盖到人家这里，结果呢？那个人就太重了，太滑了，然后那个铁板一起滑去，滑哇！烫伤了啊，送医院了。还好他穿长裤啊。不是，你刚刚讲这个不就没事了吗？啊哦，你讲的吃来的感觉。那个出来突然想到，真的是哪一集的？突然想到，哇塞，那你赔钱？没有赔钱。那他从此他也没怎样，但是他就一直亲我。他居然那个眼神，我都不敢看他，他就是。小孩子哦，这什么意思？太酷太酷。OK， 太恐怖了。又怎么了？你厨房开瓦斯没关的。对，你能活到现在不错嘞，很危险嘞，一路上都有贵人在帮助。是你怎么样的呢？你没有炸开啊？差一点，因为我家平常就有保持通风的习惯，其实不太会紧闭窗门。好习惯，好习惯。然后所以才没有酿成悲剧，因为我们家是老旧的那种瓦斯，我就是压下去才转才会有火，然后我不知道就直接转，然后想说不怎么没有火，坏掉了吧？然后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。然后我没有想到那个瓦斯会继续的释放出来，对对对，对。然后我妈就在房间闻到瓦斯味很重，她就直接冲到厨房，然后把那个关掉，然后就才没有酿成悲剧，不然其实我们家就会炸开的。而且是她妈还阻止她，因为她正要点蜡烛嘛。妈，我要点蜡烛烧香拜拜哦。要不然就是你爸正要抽烟。没有啊，那妈妈不把你骂死，就叫你出去。没有，就是不让我进去厨房用。你现在 OK？ 现在你的人生还能去哪里？跳舞，洗手间，跳舞，跳舞，总没有出过错了吧？跳舞，其实还是有啊，怎么样？还可以跳舞也有，出什么错？就跳一下把露露推下去。约一天，然后舞者们学一天，然后再跟艺人一起队伍。对。然后老师都会讲说，哦，我们有哪一天你们要记下来。然后那时候我在晃神，结果我就没有记到那个时间，我已经在做其他工作。后来老师打电话跟我说，你在哪里？今天要练习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是老师帮我 hold 住才没事。哦，忘记时间了，记错了。所以老师上去帮你跳？没有，老师就帮我 hold 住那练习时间，不是现场演出啊，现场演出。就完了，有赶上，对，恭喜！你现在有男朋友？有，哎，恭喜！他也是怎么可能？记得他叫什么名字？你男朋友是阿达的？你长得有点像，也像阿达，认真像。然后我爸爸也是开计程车。那你看阿达会不会觉得很顺眼？就别人男朋友不好说。不是，我们欣赏有什么？对啊，纯意就，对啊，我男朋友比较帅。哎呦，就等你这句话，对，那现在这个有改善吗？就是对于天这条路上，持续在进步中。OK， 好，对，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